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平安。这是张伯苓牧师。今天是2023年的6月22号，星期四。那这个今天跟大家谈一谈教会啊，基督徒信主了为什么要去教会？那很多的在网上我会看到，尤其在这个脸书上啊、Twitter 上啊这些公共的平台里，会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会有一个观点，就认为这个去不去教会不影响救恩，没有关系。那我这个礼拜呢，上个礼礼拜天就是礼拜天呢，这个礼拜天我们在叫 Purple Dawn 这个 University，我们有一个夏令营，是我们跟迦南尔湾的迦南教会，我们两个教联合举办的夏令营。那么有四五百位弟兄姊妹来参与这个聚会。如果按照我们两个教会聚会的人，或者在网上来看，这个报名的人并不是很多啊，能有一半吧，差不多一多半。那但还有很多在网上他们没有去教会。我也会看到，在这个瘟疫结束以后这个时代啊，这个瘟疫后瘟疫时代，这个教会面对的挑战就是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已习惯于在网上的聚会了，他们已经习惯在网上聚会，他们不想去教会，那或者有的觉得教会有这样会那样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就提出来了啊，一个基督徒得救不得救跟去教会没有关系，那这个观念啊，或者说这个论调吧，现在在网上是大行其道的。那么基督徒信主以后，受洗以后，去教会与得救不得救有没有关系呢？那圣经上倒没有说你必须去教会，你不去教会你就不能够得救，这样的经文，都没有看到。就是说未来如果大家去天堂，可能会看到，虽然没有去教会的人，那他们也在天堂。那有的是他没有机会去教会了，比如有些，都要离开这世界受洗的信主的弟兄姊妹，他没有机会去教会了，也有一些。其他的原因被关到监狱里面呢，或者怎么样，他们也没有去教会的机会，这样的人都会有的。他们在天上，那也你也可能会看到，你常常在教会见到的人，他并不一定在天上。那这个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啊。所以，那但是这并不是说去教会跟你的生命成长与基督的关系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我觉得还是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我们要想了解基督徒为什么一定要去教会呢？那首先你要了解教会是什么。教会这两个词啊，这两个字"教会"这个名词，那么已经被污名化，在专制的国家被污名化。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啊，这个一想到教会，就会想到那些里通外国的组织。那教会的一出现，那些神父也好，牧师也好，都是一些的反面的角色。那么教会呢，也会经常从事一些推翻中国政府的工作，比如说发电报啊，藏武器呀。那在中共的电影里边，对儿童的教育，教会是被妖魔化的啊，妖魔化的。那么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在美国今天的西方社会，教会也一样被妖魔化呀，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到，有人去教会，你就会被封死；有人去教会，不仅被家长反对，自己的孩子反对，配偶反对，甚至还有你生活圈里的朋友们反对。那么这个反对，当然有的是冷嘲热讽，那么也有的是有其他的一些的这个方法啊。就是总而言之，一听说去教会的人，人们就觉得政治不正确了，或者觉得他不正常了。那么，美国这个国家最早是清教徒建立的国家，他们是以圣经为根基的。那么，在这个国家刚开始建立的100年啊，头100年几乎没有人不去教会的，那么人们去教会，是他们的生活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那个时候人们都知道自己是基督徒，随着这种
政治正确的观念越来越普及啊，这个美国的这个追求这个政治正确，开始他们否定教会。那当然也跟欧洲的文艺复兴啊，或者很多的文化的运动有直接的关系，开始否定教会。那如果你不信主，你不去教会也就罢了，没有关系，没有人要求你去教会。但是一个人受洗了，我觉得不去教会会有亏欠的。那么为什么呢？就像一个人，你一个男人追求一个女人，你对这个女孩子说我爱你啊，我也愿意跟你结婚，但是我不想跟你在一起生活，但是你就不觉得很奇怪吗？那么这个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婚姻嘛。那一个基督徒如果信主，对主说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你也爱我，我愿意受洗成为你的门徒啊，归入你的名下，但是我不想去教会，我不想去见你，这也是很奇怪嘛。那当然有的人呢，他说今天的教会有问题，什么问题呢？有的教会呢，有同性恋的倾向，婚姻鼓励跟世界同流合污，那么我不想去。有的认为呢，这个教会这个牧师呢，我不喜欢啊，这个牧师这个不谈社会公益，对社会公益不关心啊，总是讲2000年前啊这些上帝的话语，跟我们今天也不知道什么关系。那么有的不来教会，觉得我的这牧师讲政治讲的太多，我不想，那我要去天堂，地上的事儿我不管啊，不去教会。有的不去教会呢，是因为觉得教会受伤了，在一个教会受过伤，到另外教会又受伤，到反正你到一个教会就受一个伤啊，这个教会呢总觉得，哎呀，我不去反而与主的关系更好，那我去了不断的受伤啊，这个我在教会20多年了，也没受什么伤，我不知道很多人来到教会，到什么教会都在受伤。那有的人觉得，中国的教会不好，因为中国教会从台湾来的、香港来的、大陆来的，都有中国的文化在里边，不好。那我喜欢西方的教会，那就去西方的教会。可是有人去了西方教会，发现英文不行，听不懂。那么或者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跟我们也不太一样。总而言之，我们都会找到教会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是我看到啊，我看到很多批评教会的人，我觉得他自己自身是有问题的。那他即使在教会受过伤害，他也没有完全的来处理这个伤害。那么圣经说我们要认自己的罪啊，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人呢，不能老去找别人的罪。有一个小故事说啊，说有一个人找了好几十间教会，没有一间他喜欢的，终于他找到一间教会，他喜欢了。他对那牧师说：“哇，这间教会我觉得很好。”我跟牧师说：“我到其他教会都觉得不好，就你们这教会好，他适合我，所以我可以在你们教会停下来。”牧师说：“那你过一段时间你也会觉得我们不好，因为你来了，我们的教会就会变成不好，就会有问题。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人都是罪人。”教会是一群由罪人组成的一个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要了解教会要不要去教会这个问题啊，我们还要回到圣经中来，来看什么是教会，这个很重要啊。教会是什么？那首先，教会不是什么宗教组织啊，教会也不是共产党所说的那个敌视中国的工具啊，西方侵略中国的工具啊。那教会按照保罗他的论述，在以弗所书中的论述，简单说可以有四点。第一点呢，保罗说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那保罗讲到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他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那这句话呢，就告诉我们，教会实际是基督的身体，那么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这个很重要了啊，弟兄姊妹了解这个观念。那么如果你喜欢耶稣基督，你爱他，你爱他，你不爱他的身体，
那这也很奇怪嘛，对不对？你说，就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弟兄姊妹呢，在身体里边，用保罗的话说，有的为脚，有的为手，有的为眼，有的为……对不起，我这鼻子啊，这个花粉呢，我最近这个免疫功能比较弱，大家看我的脸还在恢复之中啊，现在好多了，你看有点皱纹的出来了，原来都皱纹都没有了啊，现在好多了。那我今天还是觉得好久没跟大家做节目了，但我这一做节目，就是最近撒旦对我的攻击很强啊，每天都攻击我的肉体，使我这个能感觉到肉体的苦痛，所以当然也会能感觉到基督同在的这个力量。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同在，我们会这个会有这个，所以你看我这个做个节目，这鼻子又没痒过，今天现在又痒上了。要为我祷告，希望把这个信息讲完啊！所以你看，这撒旦就不喜欢人去教会，肯定你不去教会是撒旦最喜欢的了啊，这个绝对的啊！所以呢，有些基督徒找借口，其实会中了撒旦的诡计。那基督的身体呢，就有不同的表现呐、啊。有的人呢，他耶稣说啊，保罗说，有的是手，有的是脚，有的是耳，有的是眼，有的是鼻子。嘴巴，那我们组合在一起称之为基督的身体。那有没有不完美的部分呢？有，也许你的教会，你的牧师不够完美，长老不够完美，那你的敬拜不合你的心意，唱的诗歌你不会，那么或者你不喜欢，那么但是呢，你要记住啊，保罗说不完美的越发让它完美，因为教会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地方。不完美可以成长嘛？你像我们的丰收华基督教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没有司琴的，这个大陆的弟兄姊妹大多都不识谱啊，我是说不识五线谱啊。但是我们也有诗班，有敬拜，我们尽量的练习操练。那我个人呢也开始弹琴，那个时候就是讲完道下来弹琴，弹完琴上去讲道，都要学习嘛，慢慢就成长起来了啊。慢慢现在我们教会已经有很大的诗班了，那四五个敬拜的团队，因为教会会成长嘛，所以你不能来一看，哎，它不完美，那不完美，你就让它越发完美嘛，对不对？所以呢，你要想找问题，那你永远能找到。你找问题的人都是自我中心的人，有一种人是堵破口的，一种人是找破口的，一种人是制造破口的。那么你要做哪一种人，这个也非常重要啊。那么第二点呢，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么什么叫心腹呢？就是圣洁。圣洁呢就是有要求的啊。那么教会有对弟兄姊妹的要求。那过去的教会他当你达不到要求，比如说你有婚外恋啦，他会停你圣餐的啊，会停你圣餐的。你有的有些观点不合乎圣经了，也会停你圣餐的，这都是教会有惩戒。那当然现在你不需要停，没有等你停他圣餐他就走了，因为教会很多啊，今天我不在这教会，可以去另外一个教会，你可以隐藏你的你所犯的罪，你没有认的罪，但是你在上帝那里隐藏不了啊，对不对？那我今年年初北加州的一个天主教的教会，那个主教就停了美国的议长南希波洛西的圣餐。为什么停的圣餐？就是说他在国会推动这个堕胎的合法化，这个是违反圣经的，所以他可以在政治正确的国家得到欢呼，不管人们多么支持他，但是他回到自己的教会，他没有资格来领圣餐。而且天主教就是意见教会，一个教会停你圣餐，其他教会也不会让你领圣餐，你不领圣餐你就与基督没有关系了，你就不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那你不来教会的，你也领不了圣餐嘛，你就跟基督的身体没有什么关系。那这个这是第二点啊，所以教会要圣洁整齐啊，所以没有皱纹瑕疵。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说，要把它献给自己，献给耶稣基督，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疾病，是圣洁的。是没有瑕疵的啊。那么第三点，教会是敬拜神的殿，
敬拜神的殿，以色列人他们从最早是这个祭坛发展成会幕发展成圣殿，那么今天的教会就是神的殿就是基督徒他们的生命组合在一起就是神的殿。那教会是神所招出来人的聚集，这个希腊文叫 Ecclesia， 如果你要了解它的原文的意思， Ecclesia 就是神在世界招出来的人聚集在一起。那如果你招了你没有聚集，就说明你还没有跟上部队。就像一个战士当他被招，他就进入到这个他的队伍里边去，他没有进入到队伍里边去，他还是战士，但是他不能成为这个队伍的战士。那这个大家了解，我举的比方也不见得是这么精准啊，但是我的意思大概你明白。那第四点呢，保罗说教会是神的家，也是神儿女的家。这个教会是家的观念，这个 home， 那有的教会叫home Christian 就是基督徒的家，有的叫 home Christ， 那就是基督的家。不管你怎么叫，这都有它的属灵的意义。那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说，这家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家是神的家，永生神的家。那你说你不来神的家，你能算神的儿女吗？那一个儿女永远不进家门啊，那么这个你可能跟这个家的关系就会越来越远，你也不了解你的家在做什么。那这个是基督徒一定要回到神的家中。那这个神的家就是教会，这个教有不同样的教会，有传统的教会，有基要派的教会，有福音派的教会，那有改革宗的教会，有加尔文的神学的教会也有这个独立的教会。那么当然教会里边也有些神学上有偏差的教会，比如说他们的根基强调圣殿的某一部分，忽略了另外的部分，就是不太全备，也有这样的教会。那但是教会里边我们以后再讲异端和极端以及正统的区别，以后我们会慢慢的来谈一谈关于这些弟兄姊妹疑惑的问题啊。那么这个是神的家，有真理因为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有爱，有接纳，有赦罪有成长。那这个教会是它有它这个功能，那因为我们是被招的嘛，被招的就要在一起聚集。那如果你被招了你没有聚集，你不能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这个绝对是不会的，对不对？第二点他也讲到了教会是神儿女的家。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讲到十九节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个观念很重要，我这次在特会上就讲到这个观念神家里的人对我来说，我是好多年没有家，我一个人流浪在国内是逃亡，然后逃到美国呢，一个人生活流浪，一身病那这个就在医院里边，特别想有家我这次讲了个例子，我在逃到中国，逃到东北的一个城市，我有个同学在那里，那一天圣诞节，我想到他家避避风雪，那天特别寒冷，那在外面不仅寒冷，在火车站你也容易被警察发现，我想到他家躲一躲，我刚要敲门，我听到他那个家里边欢声笑语，爷爷他的父亲和他的孩子们一家天伦之乐，我这手就停下了，我就没有再敲，我觉得我要敲我要敲下去他们家这欢乐就没有了，因为我是通缉犯嘛，会给他们家带来灾难的，所以我收回来，我就离开那家。一个家，我当我到马路上回头看那个楼，万家灯火真的是没有一盏灯是属于我的那种孤独寒冷凄凉我就流泪了，我真的流泪了我就想什么时候我有一个家，那这个窗子里的灯光可以温暖我，屋里的炉火可以温暖我，弟兄姊妹家里的父母孩子妻子
爱可以温暖我，那我一定很幸福的，我一定很幸福。所以啊，我就离开这个楼。那个时候中国的电视里正在放一个电视叫《渴望》，那是九一年嘛，《渴望》九一年年初啊，这个过啊春节，不是圣诞节，是春节。那么那个《渴望》就有句歌就唱到这个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一针啊一线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后边有一句话说，遥望万家灯火，我就看到那万家灯火，我感觉到人生的这种苦难啊，人生的苦难，最大的苦难，我觉得不是肉体的，不是疾病，甚至都不是死亡，我觉得就是与亲人的分离啊，与亲人的分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有那一盏短的阶段，他是与神分离的。他说：“父啊，你为什么遗弃我？”那一段是因为天父不能看罪，人类的罪都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那个时候，为了公义的要求，上帝延绵不看自己的儿子。我说那个时候我能够，我最后读到那个段，我都会有切身的感受啊，这种关系何等的重要。如果我们不回到神的家中，我们与父亲的关系会好吗？我们就一个人在外边，会与父亲好吗？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那个浪子，那个浪子离开了父亲，任意放荡，任意的挥霍，浪费资财啊，走不正确的路，最后他失去了所有的。他后来悔改了，回到他的父亲怀中，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啊，父亲呢，不要把我当你的儿子，把我当你的雇工就好，我也要回到家中，即使是雇工，我也要回到家中。”那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家啊，基督徒的家，或者上帝的家，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既然是家，那就有爱，有接纳。不管外边我们遇到了受了什么样的伤害，遇到什么样的难处，回到家，我们跟我们的父母来述说，父母都会理解我们，帮助我们。那么天父也是啊，也是这样。如果我们遇到难处，我们向他倾诉，向耶稣基督倾诉，他会帮助我们。所以圣经说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嘛，对吧？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雨，他都是我们避风的港湾嘛，他也是我们的力量，而且他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遇到患难的朋友不要怕，回转，回到耶稣的面前，你就会得到帮助。条件是你要认罪悔改啊，你要认罪悔改，承认自己是骄傲的，承认自己是过去是不可一世的，承认自己需要耶稣基督，那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弟兄姊妹。所以呢，那么既然我们了解了教会的形态啊，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心腹，是基督徒的家，敬拜神的殿，那我们就应该回到上帝的家中，回到上帝家中。那么有人说啊，这个在教会里边得救的观点是天主教的啊，没有错啊。天主教有这样的观点，就认为除了教会，那别无拯救，除了耶稣别无拯救。但是耶稣的身体是教会，如果你不来到教会，你是不能得救的。那这叫教会得救论啊！如果没有教会，你是不能得救的。那他还有一些观念，就认为圣餐也是你得救的条件。那如果你不领圣餐，那你将来在天上，那是很麻烦的，因为你跟基督没有身体的联合，没有身体的联合，所以你领圣餐越多，你将来在天上得的奖赏越多。那这些观念呢，不一定是完全是正确的啊，
圣经上没那么说，但是有一点啊，那你想，关系的建立是很重要的。你说你一年你与你的父亲生活365天，那你会什么样，对不对？你一年与你的丈夫生活365天，和你一年跟你丈夫生活1天，跟你父亲生活1天，那你觉得这个关系哪个会更好呢？对吧？那所以我觉得啊，虽然我们对天主教的有些观念要有些纠正，但是也不能交往过正。那我认为教会啊还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说不去教会不能得救恩，我没有这样讲，但是你在教会里边一定有救恩，而且你会更了解救恩，会跟主的关系更好。在公元前的30世纪，有一个教父啊，他叫啊西普里安，他呢也叫啊居普良啊，他写了一本书叫《论教会合一》。那这个书呢，他坚持教会以外没有拯救，就是他最早的天主教的观点来自于啊、这个居普良啊。那么这个观点呢，也在主后的40世纪得到了奥古斯丁他的完全的支持。我们很多人崇拜奥古斯丁啊，那而且像改革宗的传统的神学院的人更崇拜加尔文呢。那么加尔文也是完全的支持西普里安的这个捍卫教会的观念，这个教会观。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这本书里面就讲到了啊，讲到了，他说有形的教会是基督徒的母亲。如果说天父，我们信天父，但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也是我们基督徒的母亲啊。母亲什么意思啊？母亲的称呼就是我们得到喂养啊，生我们，为我们啊，使我们可以成长，使我们与基督联合，认识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那如果我没有母亲的抚养，我们很难长大嘛，对不对？所以他说是母亲。那西普里安在尼西亚前期的教父的选集里边啊，第302页，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犯离弃基督教会的不能得基督的赏赐，就是说你离开了基督教会的人是不能得到基督赏赐的。他说他是外人，他是亵渎，他是仇敌，凡没有教会为他之母的，便没有神为他的父。那这是尼西亚前期的教父选集里边谈到的啊。那么加尔文呢也区分了无形的教会和有形的教会的区别。他说无形的教会是为上帝所拣选的，唯独被上帝所知道的，在世界的终结的时候被完全建立的得救之人的全体，就是无形的教会。我们知道教会有一种有形的，我们今天的教会都叫有形的教会，在地上。无形的教会在天上，那个就是你的生命册在上帝那里，教会有个名册，就是有形的，但是不一定都得救。谁得救谁不得救我不知道，牧师不知道，长老也不知道，唯有基督知道，对吧？因为很多人他很表面的，他在教会里很敬虔啊，这个很愿意服侍，很愿意站在台前，站在众人的面前，但是在后边他却有很多是不合神心意的，那甚至是犯罪的，甚至是远离神的，你都不知道。那你怎么办呢？很多人来到教会看到就是这些人，看到表面的敬虔，后边的实质不好，所以就远离教会。但是你自己会这个受损啊，因为你来不是为他来的，是为了基督来的。教会都有麦子和败子，就是说教会有真正得救的人和那些假冒伪善的人。那么上帝没有让你来把败子给薅出来，你薅出来那教会就天天吵架嘛，对不对？教会说让麦子跟败子一起长，对吧？这上帝说得很清楚吧，一起长。然后呢将来收割的时候把这个麦子存到仓里，把败子就烧掉了啊。这个上帝会审判的，他是公义的，他知道好坏，他不让你来判断，因为你呢跟我一样，
你都是罪人。我们的肉眼，我们都是凭印象来认识人的。所以人你看人看外表，为什么有一小船就说翻就翻了呢？是因为你认识更深了，对吧？过去你没有认识深，你认识表面上你友谊好的不得了，巴蒂巴蒂，你侬我侬。但是当你慢慢认识，时间长了，遇到大的问题了，这个比如说中国大陆的遇到逼迫了，你会知道什么是真基督徒假基督徒。在美国遇到了这些政治正确这么多的甚至选举了，你就会知道谁是你的朋友谁不是你的朋友。那就翻脸了吗？那一翻脸小船就翻了吗？这很正常，就因为你认识他深了。可是你不管怎么认识他，他都不能代表上帝，他就是他自己，他也是罪人啊。所以你要了解，你来到教会你不是为了哪一个人来的，你是为了基督，为了你生命的成长来的啊。你要知道神是公义的，他的审判啊必然到来的，他的公义，有人说神的公义啊也许会迟到啊，但是不会缺席。这话不完全对，神的公义是不会迟到的，神的公义是在他的时间来彰显的，不是你的时间。你的时间你认为他迟到了，但是他没有迟到，神的公义是在神的时间，他认为最应该实行公义的时候，他的公义一定会临到的。还有最后一个公义，就是你能不能得救的问题。有一天我们在主那里，我们都会站在耶稣的审判台前被他来审判。那真正的麦子那收到仓里被奖赏，那些忠心的信徒，那些破坏教会的，破坏耶稣基督福音的，然后又称自己是基督徒的，那就是败子，那会被扔到火湖里啊，把它烧尽。这个非常的清楚啊。所以呢，那么真教会就是无形的教会和有形的教会，这个都很重要啊。因为你现在不在无形的教会里面，在有形的教会里面，你不能否定所有的有形教会呀。那么这有两个特点啊。那哪个教会好不好，那就是说你要有一点，这个教会传讲的是不是神的话，除了圣经这本书以外，是不是还有别的经卷，如果有别的经卷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只有这一卷书，这一本书66卷，这本书是对的，其他的都错。不管你还读了什么摩门经、无价珍珠，什么神对中国的发声，所有的东西只要是跟这之外的，那都是异端，都是异端，对不对？那这是第一个。第二是有没有遵行上帝的圣礼，就是有没有受洗，除了纯正的话，受洗传福音啊，把主耶稣的爱活出来，这个也很重要啊。这两点也可以使我们来分辨这个教会是真的是纯正的教会还是错误的教会啊，是错误的教会。即使是错误的教会啊，错误的教会你会看到它是异端呢还是极端啊。那异端是仇敌，极端呢还是弟兄啊，还是弟兄。那么有人啊对灵恩派有批评，说灵恩派啊异端啊，你不能这样说啊，灵恩派表现很不一样，有的比较极端，有的比较保守，灵恩派也不一样啊，所以你不能轻易的说别人异端，因为灵恩派读的跟你是一卷一本圣经啊，而且跟你追求的一个圣灵，那么跟你一样传扬福音，而且传的可能比你还好。那么所以我们不能轻易的定人异端。但是如果你说我对教会有疑惑，我不喜欢，我觉得他有些教导偏差，那你就离开那教会，你找一个教导比较准确的教会，这是你个人的选择。但是你不能说所有的教会都是不应该去的，这是不对的啊。一个人蒙恩得救重生啊，不能说与教会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你传福音肯定是教会人向你传的，对不对？你信耶稣啊，一定是你通过教会的弟兄姊妹牧师的教导，你慢慢了解耶稣的。那你的生命必须是在教会里得以成长的，你的服事也只有在教会里边才能够施行的，否则你怎么能够这个施行你的服事呢？所以呢，教会之外这个无救恩这个观点也不一定都对
啊，因为教会是蒙恩的罪人组成的，救恩是和教会是不可分割的。但是我刚才讲了，也有特别的情况，他们会在教会里之外，他们会啊这个得救。但是呢，如果啊你说不去教会是个常态，我不认为啊，我不敢说你不得救，但我不认为你的生命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那么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我们啊有很多的服事，在服事里可以成长。所以如果你不在服事里边，你就很难了解基督的身体嘛，对不对？一个人自称是基督徒，却不去教会做礼拜，没有教会生活，当然也不会了解基督教的文化啊。你说我读圣经，读圣经你没有去施行，耶稣说你们要去行，知道了要去行，不仅是知道要去行，知道是知识，行是行为，要活出好行为。那你不去行，那你怎么能说哦？你说我不去教会我也能行啊？那不一定啊。这个圣经怎么说？说撒旦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我读约伯记，约伯那个撒旦在神的面前说：“我刚从地上回来，走来走去，他走来走去寻找那些对主不满、对主的教会不满的人，那他就会来做你的工作，来掳掠你。”那当然，夏娃在伊甸园行走的时候，蛇就对他说嘛，对不对？因为他那时候他没跟亚当在一起，夏娃就引诱他，这个撒旦就引诱他。撒旦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那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吗？”神其实不是那个意思，夏娃说不能吃，那吃了就死。神说不仅不能吃，连摸都不行。其实神没说不能摸啊，你就看到这个夏娃就已经对神有抱怨了。哎，这蛇一看有机可乘，丈夫又不在，就挑动女人是比较感性的嘛，就挑动这个女人的情绪，那女人就吃了，吃了呢又让她丈夫吃了，吃完了上帝责备他们的时候，两个人都做了一件事情，叫甩锅。今天的词儿叫甩锅，推脱责任。人犯罪以后就有一个功能，就会推脱责任啊，从来不认自己的罪，就认别人的罪啊。你看他说别人的时候说的特别的，但是他从来没有面对自己。信耶稣以后的要改变，要认自己的罪，不去认别人的罪，这个很重要啊。那么这个如果你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如果你认别人的罪，那就是如果你谈的超过了这个他的个人的问题的话，那你就可能成为论断。耶稣说当你论断人，必被别人论断啊，必被论断，那一样的啊，你也没资格审判人，你审判人你必被审判啊。所以在教会里边的人，要作为神的儿女，要知道自己是罪人啊，要悔改啊，也不要论断人啊，这也很重要啊。那最后加尔文呢也引用了奥古斯丁啊对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的解释。奥古斯丁呢很有智慧，他说教会应当执行圣洁的惩戒，最在乎的应该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那教会是有圣灵的同在的地方，是尊耶稣基督为元首的地方，是要过圣经生活的地方，是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来传扬福音的地方。如果没有教会怎么能传福音呢？我没有看到哪一个在网上特别活跃不去教会的人会传福音，我觉得他们已经失去了传福音的能力，他们把目标转向找教会的问题。教会是有问题啊，我没说教会没有问题，但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你要是拆神的教会，神会拆了你，这圣经说的啊。那教会基督身体，既然基督身体他有问题，基督会负责任的，基督会洁净的，基督的宝血会遮盖的，所以人们会在一次又一次的悔改中成长的成长的。所以保罗鼓励我们，就是要认自己的罪，彼此的包容爱是恒久的忍耐恩慈有恩慈，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爱是不计算别人的恶，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相信，凡事
啊，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那是保罗的关于爱的这个宣言，这个也很重要啊。所以奥古斯丁也劝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他劝那些你们要这个喜欢那些和睦的人。我觉得谁都喜欢愿意让人和睦的人，我也喜欢愿意让人和睦的人一样啊。但是我们要做一个愿人和睦的人，这个还是不容易的啊。那因为基督有怜悯的心，所以我们要有包容和爱心、忍耐。那这个，然后呢，学习基督的怜悯，见到主的教会。所以我大概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那意思就是大家还要回到教会。瘟疫已经减缓了，我不能说完全结束了，大家回到教会。那我病成这个样子，我每个礼拜我都去教会。即使这个我前几天歪得很厉害，刷非常的辛苦，眼泪不断的流，我还在扎针吃药的时候，我还是坐飞机去参与我过去答应的聚会。这个我参加了佛罗里达的众教会举办的夏令营。那我觉得我有很多的得着，我看到佛罗里达那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那么多的牧者，他们辛勤的耕耘。也有一些的这个教会即使没有参与，有的小的教会疫情以后就有的都不见了，所以我们盼望说为他们祷告，更多的教会兴起来。那今天的仇敌攻击主的教会，他攻击耶稣是没有效的啊，人们也知道，因为他无法攻击耶稣基督，但是他攻击基督的身体啊，他射箭，射冷箭，对着基督的身体来射冷箭。弟兄姊妹要警惕，你不要成为一个被撒旦所利用的冷箭啊，你要成为一个来维护主的身体的基督徒，这个很重要啊。那我也去了我们维吉尼亚的教会，我们维吉尼亚丰盛华教会，我们新上任的传道人非常棒啊，庞宁传道非常的有爱心，那么在祷告上非常有恩赐啊，有爱心，有恩赐，那么也爱主。所以呢，我这次也去看他去了，他也就任。那我们盼望我们的华夏这个丰盛华夏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能回到教会来聚会，在大华府地区的。那我也去了纽约，去了我们纽约的分堂也非常的兴旺。我去了有二三百人聚集，教堂坐不下，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好多人，17个人受洗。我们的这个隋显华长老和张小军牧师在那儿付出了很多的辛劳来耕耘这个那块土地，带领很多人信主，感谢主。那我回来又参加了尔湾迦南教会和我们丰盛华夏教会洛杉矶分堂我们一起举办的这个夏令营。每一次的聚会我都非常感恩，我看到迦南教会的服事这个教会是非常成熟的一间教会。很多的年轻人参与服事，长老们都非常的爱主，他们在这次的聚会中做了很多无形的工作，也谢谢这个丰盛华教的助理牧师杨瑞牧师替我讲了两堂的信息，使我减轻了压力重担。那么这个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参与服事诗班呐、敬拜团队我都觉得特别好。很多弟兄姊妹说哇，我们在那都不想回来了，就像这个跟着耶稣上山的那门徒说，主啊，我们就在这山上不下山了，我们立三座棚给摩西一座，以利亚一座，你一座，我们就在这山上不回去了。我会感觉到那种教会的生活，当圣灵充满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那种美好是我们生命完全的不一样，被改变。所以我盼望在疫情以后还在网上聚会的弟兄姊妹，当然在网上也比你不聚会好啊，但是能够来到小组，来到教会参与实体的崇拜，我觉得会更合神的心意啊。这个就是我都没有说你不来不得救啊，但我说会更合神的心意啊，你与主的关系会更加的美满美好。就像一对夫妻老不在一起生活，那你说他们会越来越好吗？我觉得会越来越疏离。所以希伯来书也说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所以这是圣经对我们的基督徒的教导。
不可以停止聚会。我也看到很多离开教会的人啊，他们付出很多的生命的代价啊，很多啊，因为离开了教会，遇到难处，都靠自己的解决，不靠圣灵，也不靠基督，也不靠弟兄姊妹来帮忙来解决，最后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也看到，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回到教会。另外，对教会有看法的人，我劝你换一间教会。如果你觉得你教会真的是不好，不能牧养你，你的传道人从灵性啊，到他的神学呀、啊，一直到他的教导啊，到他的爱心呐、啊，都不能牧养你，你就换一间教会。没有问题的，主的教会都是一家，不管什么样的宗派，都是一家人。宗派不同就是表现不同，因为神的身体有不同表现呢，手啊、脚啊、眼呢，那不同的宗派它能够表达一个不同的特点，但是组合在一起才是完美的身体。没有一个宗派独独的享有真理，没有意见，也没有一个宗派敢于说只有我们的宗派有真理，别的宗派都没有真理。那这样它就变成宗派主义，它里边就已经失去了真理。所以弟兄姊妹，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还是盼望弟兄姊妹都回到教会，一心就回到你的教会，回到你当地的教会，不仅能够参与聚会，在里边要参与服事。耶稣说天上地下权柄都给了他，所有的权柄都给了他，他也给了教会。你要记住，教会是有基督的权柄的啊，他给了教会。那你要参与教会，你就会得到上帝赐给你的权柄，你就可以带人信耶稣啊，给人施洗啊，建立教会，传扬福音，荣耀主名。那我觉得你要不在教会里边，你很难做这个。所以盼望我们很多在教会受伤的弟兄姊妹能够得到医治，这个教会当然传道人像我们这做传道人应该悔改，对弟兄姊妹更加的更多的恩慈，更多的成全，这个而不是批评论断，这个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悔改，那些没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也要悔改啊，这个不要因为某一个人、某一个牧师啊、某个长老啊、某个小组长啊，我们就软弱了，离开教会，那时候我们自己生命会受损啊，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你的主，他单独与你有关系，他也通过教会让你成长。好的，那今天聊聊教会，那这个话题很多啊，其实每一点都可以谈一次。那我今天就有圣灵的感动来跟大家谈这个观念啊。那好，我看到很多弟兄准备问一些问题啊，这个大家看到，对，很多弟兄准备最近为我祷告，我特别感谢啊，非常真诚，也有很多寄来卡呀，发来 email 啊，有的不知道我的 email 发到我们教会丰盛华教会，这个有的发到神学院都 OK， 我特别感谢你们。我首先在这里感谢你们关心我的健康，为我祷告的，还有这些在基督里边这个来为我守望的弟兄姊妹我都非常的这个感恩，我也谢谢你们啊。那现在对，一天比一天好，但是不能说立刻就好啊。这个病，我这个面瘫呢，西医说你怎么也得三个月半年啊。那当然我也在针灸，有人不相信中医，但是我还是相信的啊。我觉得针灸我还是相信的。那针灸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它刺激你的神经，因为我是神经瘫痪了，所以刺激它活过来，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问题。那我没有说把中医当作上帝啊，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有人就是啊，你信中医，信中医就不信上帝，这个信中医跟上帝有什么矛盾呢？我觉得不是信他，是觉得这个医疗的方法是有效啊，有效啊。当然我们也相信上帝的医治，所以我一点不怕，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我不害怕，因为我知道主会医治我。虽然我打了疫苗，打了疫苗后我的身体发生很多的反应，有的不一样，有的反应大，有的反应小。那我反应比较大，比如说这个有血栓出现，然后有面瘫，然后呢有很多的疾病，但是我相信上帝会完全洁净我的身体，即使疫苗如果有一些的不好的不健康的，上帝也他的耶稣的宝血也会把它洁净出去这我有信心，所以我会宣告耶稣在我生命中掌权。那我盼望这个打过疫苗的弟兄姊妹也不要怕我们祷告
啊，祷告，那没打的就别打了，我觉得没什么用啊。这个我们教会今天我给一个长老打电话，他打了五次，五针打五针还是得了，对不对？没什么用啊，我觉得增加你的免疫功能，把你变为喜乐。礼拜天来教会，礼拜五去小组，礼拜三参加查经祷告会，每天都在圣灵的充满里面啊，什么病都不靠近你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四处乱走啊，四处乱晃啊，走来走去的都在世界里边晃，然后天天被忧虑啊、重担呐、啊，这个被这些忧愁啊、恐惧啊、惧怕呀、啊、这些负面的情绪来左右你，那你就不怕啊，就不怕。好，对，这个说，张牧师可以回答我的问题吗？困扰了好多年，你可以写在这里边啊。如果你现在来不及，一会儿我就直播就停了，你可以写在我那个留言簿上，那我看你什么问题。这个说张牧师的脸好多了，几乎看不出来了，感谢主，还是看得出来的啊。你看眼睛一摘，我这个眼睛就是还是这个眼眉跟着眼眉，但我这个额头会动了，原来是不动的，原来只有这边动，但我可以动了，嗯，你看，所以我现在不能笑，我一笑呢那就你看叫皮笑肉不笑嘛，对，这个不太好，所以我尽量不笑了啊。所以不笑，我不笑并不是严肃啊，有人觉得我不笑就是严肃。这个说张牧师，你的脸有没有做中频理疗？不懂啊，什么叫中频理疗啊？这个说我在大陆丰收怀教会，就是我最初的教会，张牧师我的引路人，我把你引到耶稣那里啊，感谢神啊。就是说大家给张牧师点点右下角的小心心，张牧师的频道就会得到推广，是吗？啊，这个小心我也点一下啊，我看到了，我也点一下啊。就我也不懂，因为我做自由馆，我也不是每次说你们订阅啊、点赞呐、啊、推广啊，我都很少说。那我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愿来就来，来了，我觉得你要觉得你没白来，那就对了啊。如果你觉得你不喜欢我的频道，那也没有关系，悄悄离开，就可以了啊，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也感谢神啊，很怜悯我，我这个节目做的又不专业，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很美的这种这个美术的设计，什么都没有，我就会直播，啥都不会。但是感谢神啊，现在也突破了50,000多这个订户，我觉得我每一次可以对上万人讲道。讲上帝的话，这是我的期待。我并不是说你们50,000人都来赞扬我，如果你们这里边有人信耶稣，那就是上帝给我最大的奖赏啊。这个如果你愿意把我这个讲耶稣的视频传给别人，那我就非常喜乐。这个当然我讲别的你都无所谓了，有的社会发生的事情啊，社会永远是这样的，永远乱七八糟的，那我们要圣经的观念去看。我是盼望影响你的世界观，我不是来判断他的对错，也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因为基督徒应该有正确的世界观，那就是圣经的世界观，这个很重要啊。这个说我现在生活的地方就没有中文或者英文的基督教教堂，只有天主教堂，我怎么办呢？我觉得可以去天主教堂啊，我不反对你去天主教的教会。那我们信的都是一个神，我们读的都是一本圣经，当然它比我们多了几个经卷，多了几个圣经。那如果有基督的教会更正的教会会更好如果没有，我劝你天主教的教会你也去。如果我没有劝你说有人又给我扣帽说劝你劝人去天主教，我没有那么说啊，那个地方没有教会，那天主教也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虽然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完美，但是等到耶稣基督应许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都完美了。新娘在没有结婚那一天，也许有的是这个不完美，蓬头垢面呢、这个不够完美啊。可是结婚那天那就完美了，她穿上新娘的衣服那就美丽了。所以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嘛所以在没有应许那一天，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耶稣基督会把它装扮整齐，这个，所以不要困惑，我觉得还要去教会。总而言之，你要去教会，那天主教，更认为你应该领圣餐，就参加弥撒，
这个你圣餐领的越多，将来天上的奖赏越大，他这么算的啊。那当然这个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可是你一次都不领圣餐，怎么会说你与主的关系好呢？我也不会认为你，所以我觉得还是越多越好。我不是天主教的观念啊，我说我们与主的关系，你来到教会才能领圣餐嘛，你个人领圣餐，你自己带圣餐，你还是不对的，你还得有圣职人员来带圣餐。所以我们教会你自己可以在家里做，但是由牧者来带导啊，我们一起来，因为圣餐是神圣的啊。对对，这个哎，真谢谢你们点啊，这个点这东西真有用吗？有人提醒的啊，这个看来这有专业的人。这个说疫苗还是大陆的比较好，等于纯净水，所以没副作用。你这是讽刺吗？大陆的疫苗就是没用嘛，反而好了。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万事互相效力啊。所以我们打的疫苗带来副作用，大陆打的疫苗因为没有，就像大陆有的吃自杀的药没死成，因为那药是假的。那假的东西呢，总而言之上帝不喜欢的。但是如果在这个方面上，你这样说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啊。谢谢你们给我带导，这个说国内可能会引起肺结核，肺结核吧。我和妈妈都查出来了，妈妈要做比较大的手术，这为你们祷告啊。肺结核与空气有关系，与空气，与食物，空气最重要。大陆的雾霾会影响到肺的功能，这个知道，所以你尽量怎么样能够呼吸新鲜的空气。那有些可以搬远一点，搬到郊区，那不要住在这个空气不好的地方。中国的肺病非常的严重，跟空气寒冷不注意保暖都有关系啊。那当然我们要为你们祷告啊。这个说谢牧师将教会讲的很有道理，不要批评论断，教会使我们成长，再次谢谢牧师的教导。谢谢你啊。这个说张牧师可以考虑一下日本汉方，中国汉的中药被日本人收走了，全球900中药日本是出口的。我也不知道日本有什么药，没关系了啊。这个有病乱投医，我是中医药不太敢吃。我这到纽约，我一个朋友特别爱我，他给我找了个中医给我开的药，我这个吃了，吃了一半后边不太敢吃了。那他呢，这个药还很贵，他说一袋一天吃半袋，两天吃一袋，我结果给我的人告诉错了。我一天吃两袋就吃多了，然后呢我就有点晕，我晕在纽约街头走路就晕了，晕了我就抱大树，我怕倒下摔坏了。好多路人看我笑说这人怎么抱大树，奇怪啊。那么后来我就告诉按照正确的方法吃，后来我那天我一看他那配方我吓了一跳，全蝎呀，全蝎子是全的，黄蜂也是全的，都是剧毒啊。后来告诉我这叫以毒攻毒，我不知道对不对。后来我现在带回来了，在冰箱里呢，我这两天就没敢吃。我还不敢说，希望我这朋友别听我这节目，听我节目咱得打电话来快吃啊，牧师，吃。非常爱我的这个主内的弟兄姊妹，他们非常爱我，所以我也谢谢他们啊。那有好多人给我这种中药那种中药，我现在都没敢碰啊，没敢碰。张牧师，我想参加神学院，在日本。我们非常欢迎日本的同学，日本同学我们这两期的神学院都很多，为什么？因为日本的神学教育比较匮乏。你像我们在美国神学院很多各种各样的神学院，正规的不正规的，这个英文的中文的都有，各种宗派的，加尔文的，亚美念的，这个灵恩教会的都有自己的神学院。日本就比较没有华文的神学教育，来参加我们特别欢迎啊，报名就行了。这个来学习我们神院，七月底就结束报名了，要报名的弟兄姊妹抓紧啊，现在我们已经有30多人报名了，那么盼望更多的弟兄姊妹来报名来参与啊。你上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网站是3W dot， 然后是华夏 hxes.org 进入网，一会儿会写在这个里边啊，
谁手快就给我写里面。那如果你们会到我的节目里都会看到这个网站，你进去就会看到那里边关于神学院的介绍，有这个报名的须知，有下载报名表，按照报名表的要求，找推荐人，写自己的见证，蒙召的见证和得救的见证，不用太长啊，短一点都可以。然后找推荐人，推荐人如果你的教会没有牧师，找弟兄姐妹都可以啊，有一个就可以了啊，有两个更好。推荐人，那然后当我们录取你的时候，我们再告诉你交学费的方式。我们的学费非常的便宜，只有读完这一年，拿到了证书，11门课，那都是这些老师都非常的棒，徐志秋教授啊，王志勇牧师啊，那这个李天峰牧师啊，杨瑞牧师啊，燕鹏牧师啊，张成牧师啊，还有这个还有这个杨红博士，那还有我们很多人在教课，施伟博士，好多的老师都非常棒的，在北美都是经过非常好的神学教育的，那么来教我们，这个学费非常便宜的900，我们完成这么多学，一个学分我们才几十块钱，才20多，20-30块钱，所以非常便宜。那你想我们这整个的一年读啊，才900。现在我太太，我的妻子读 Regent University 的 PhD， 她在读她第二个 PhD， 这个是心理学的 PhD， 一个学分$1000多。那我们是自己交的，我没有奖学金的。她读了达拉斯神学院也没有奖学金的，她读的都没有奖学金，所以我们，但是我觉得她要学习服侍主。那么就勒紧腰带，我们也得支持他嘛。感谢神，所以你看他一个学分就顶我们所有的学分，所以那我们这是非常便宜的，所以大家来读啊，欢迎你们来读啊。张牧师，东北老乡，我妈喜欢听你讲道，我妈说你是牧师里最帅的男人。那这个，你妈东北人，我是东北人嘛，所以你看着好像算，其实你看我现在脸也歪的啊，也本来长得就不帅啊，这个脸又歪，现在就更难看了。但是我谢谢你妈妈，谢谢你妈对我的肯定啊。这个帅的牧师很多，我觉得重要不在我们帅不帅，在于你讲的是不是神的话语，圣经的这个真谛，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传道人他要讲神的话，被圣灵充满他就帅。如果他不讲神的话，天天讲自己，那就不算。我就觉得应该讲上帝的话语啊。这个说现在在现场有270多人，那多少人在大陆地区呢？大陆地区的不多，我直播大概都是在北美的，我的订户，40%是北美的啊，然后还有澳洲的、欧洲的、亚洲的、中国大陆的很少。这个因为他们要翻墙。看油管，所以我也很亏欠，也没有办法啊。那大家能够，如果你能够方便会下载，你可以然后 email 给你的国内的朋友们，这个国内的亲人可以看啊。好的，这个说张牧师，我是第一届神学院150，看到你真开心，就是150号学员，我们的学员都有号码，而且号码永远是你的，别人不能代替的。第一届从第一名到151。第二届从152到往下，然后第三届我们就永远你有一个属于你的号码，151150，大陆的，我一看就是大陆背景的啊，我知道这个号码多少是哪儿的。他说愿神完全医治你，我找了有关面谈的视频和文件，通过微信发给你了，谢谢啊，谢谢。这个说牧师神院的生活费花销大概多少钱？我们生活就是我们是在网上啊教学，在 Zoom 里边，你不需要来到美国，你在澳大利亚你就还在澳大利亚，你在日本还在日本，那你在那里的生活费你自己知道，所以这个我们不负责，这个不收生活费。你但是如果你要是短期训练，你愿意来，我们欢迎，你可以坐飞机，你自己解决自己的飞机票，我们可以解决你的住宿啊，吃饭啊，这个没有问题啊。好的，神院大概一年的花销就是900啊，
那你自己吃住就是你自己的，跟你原来一样啊，没有区别。另外，詹姆士您好，您的脸还是蛮好看的，不明显，就是我的嘴歪的不明显，这好多了。前段很，现在一天比一天好，你看见没有啊？一天比一天好。那我继续的针灸，但是不是扎的太多，一个礼拜扎两回而已。所以这个，好多了，谢谢你啊。我就是詹姆士教会的，我最爱我的教会，感谢主啊！我盼望我们教会弟兄姊妹都爱自己的教会啊。这个说黑龙江牡丹江老乡，在加拿大向詹姆士问好，祝早日康复，谢谢啊。韩国上课是几点？韩国是跟北京一个时间，上课是礼拜一的早晨，礼拜一的我们是礼拜一的早上7点钟开始，那你要上到11点。啊，4个小时。那我们这次第三届学生，我们准备有2期。如果不方便现场上课的，我们会回放老师的讲课，有助教来带领你们来学习。那这个也可以的，任何时段都 OK， 根据你们方便的时段，我们有2次，一次的回放，一次的现场啊，就会解决这个回放的问题。这个说，我妈妈喜欢听你讲道。把你的 YouTube 一条条的讲到都通过语音一条条的录下来发给国内的亲人听，这个很好啊。这个在海外，如果谢谢你母亲，那短一点的录完给他切成一段一段的放给他们听，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啊。好的，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大家。那这个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这个愿上帝祝福每一位都在神的教会里边啊，来侍奉主，成为神国的精兵啊，来在主的教会中委身。所以如果有人问这个问题，你们就按照我的回答，或者把我的视频推荐给他啊。所以如果你在主的身体里边，你当然有一天，因为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教会被提，是教会被提，整体被提。不是一个人一个人被提，是教会被提。你要记住，在末世的时候是教会被提，耶稣基督要迎娶他的新娘，新娘就是主的教会。好的，上帝祝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张伯利谈天说地啊，欢迎订阅啊，介绍给你的朋友，介绍给你的基督徒慕道友朋友，愿神祝福大家，下次节目再见，拜拜。